皇一早开门就放超长鞭炮庆祝，因为首次开出大乐透头奖，107期头奖3.4亿元，还是有一注独得，财神爷降临了。我买大乐透。消息一传开，不少民众跨区来朝圣，沾沾喜气。对，就对啊，有头奖啊，恭喜啊！买车买房，先送给老婆。哦，我有蜜蜂在店里停留啊，对，所以才想说会不会是就真的就是开。所以可能是蜜蜂有招财，彩券行首次开出大乐透头奖，而这位知名电台 DJ 也去彩券行试试手气。突然从椅子上兴奋跳起来，狂奔，还全身发抖。我没有刚刮中，不是，我觉得他很像。你刚电台 DJ 以为刮中大奖200万元，店员扫条码确认，其实只中300元。多少钱？300万！是，我真的觉得我以为200万。我在想说，我想把工作辞掉了。200万就要死。知名电台 DJ 以为刮中200万元头奖，结果却是300块钱，超爆笑，名场面 po 上网自我调侃。毕竟谁不想获得财神爷青睐，一夜致富呢？记者刘世志、王书宏高雄报道。